拿破里他的生日庆又开始了，评价就最高的两个披萨口味，竟然不是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真的是没有资格说自己是 CP 嘴。有 CP 嘴就给过。Hello， 我是 Vivi， 我现在人在拿破里。就像是有柯南的地方就有命案现场，有 Vivi 在的地方就有优惠一样。拿破里他的生日庆又开始了，每一年这个时候都会办。那每次这时候啊，都会有一个超级大降价。想吃披萨还有炸鸡，就跟着我走吧 ，Go！好，我刚刚点的东西都已经到了。我点了他的6块炸鸡，还有两个大披萨。来跟大家先说明一下，拿破里这是生日庆的活动好了。他这次活动的内容就是这个大披萨部分呢，都只要229元。一个大披萨不到250，很便宜耶。那再来呢，就是拿破里的灵魂炸鸡，他那个炸鸡跟烤鸡啊，也是只要229元而已，非常非常的秀。那其他的副食呢，加点价也有比较便宜一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放在资讯栏下面的资讯。都可以点开来看一看哦。那要特别注意的是呢，这次的活动啊，它是只有限定内用跟外带的，外送是不适用的哦。那我们就赶快来开吃吧。我之前来吃拿破里几乎都吃它的黄金羊食脆鸡，因为我想说吃过披萨又刚好可以吃到它的鸡，就是一个多重享受。但是呢，我后来发现在 PTT 上面网友评价就最高的两个披萨口味，竟然不是羊食脆鸡，是它的墨西哥呛辣还有地中海渔夫。最让我不能忍的就是，我竟然都没有吃过。好，我想要第一个先是不辣的地中海渔夫。我这个对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好奇，为什么呢？地中海渔夫是他们说屌打必胜客跟达美乐，大家应该都知道必胜客是最早出章鱼烧口味的人，然后之后就相继达美乐跟拿破里都出了，但他竟然可以被夸赞到说可以屌打他们两间。我想说我今天来试试看，因为我有吃过达美乐，也有吃过必胜客，这样评最准。里面呢是有很多的章鱼块，然后呢上面还有淋美乃滋这样子，然后起司量感觉也蛮多的，来试试看。很甜，它那层酱很甜哎，我觉得比达美乐还有必胜客都还要再更甜。你真的每一口咬下去就咬到很多的小章鱼的感觉，然后上面还有加一些洋葱啊跟菇类吗？就是它咬起来那感觉就会。很不啾不啾，重点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刷中间那个酱的关系，所以它里面的那个饼皮是湿润的，就不会像达美乐还有必胜客那么干。我觉得这是它赢的优点。拿破里的饼皮其实我一直以来都蛮喜欢的，因为我觉得它是有一个蓬松度，然后它到后面留白这边比较多，可能有些人会不开心，但是我觉得它的饼皮是又 Q， 然后又有那个面包香的，不会吃起来很干。好，接下来要吃的呢，这个口味其实我也蛮意外的，它叫做墨西哥呛辣。因为我刚刚看它的菜单，这个是最辣的，为什么它会是精选口味第一名？我在 PTT 看大家评价，这个是第一名，这是第二名，所以代表大家都喜欢吃辣吗？我目前看它的样子是有那个意式辣肠，然后还有青椒，还有一些肉，一个一个的青辣椒。闻起来很香，有那种橄榄味的感觉，就是健康的味道。来试试看，有辣哦。可是，好，会辣，会辣，会辣。它的调味是好吃的，我很喜欢它里面那个青椒跟青辣椒那个爽脆的口感，有点像在吃 Subway。这个起司量其实还蛮多的，咬起来的话那个奶香味很重，我很喜欢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辣肠的部分好了。它辣肠边边脆脆的，然后有点波浪翻起来的感觉，所以它会有点恰恰这样，但是不会干哦，它水分还是在。这个辣肠我喜欢，这个第一名，实至名归。不行，我刚吃完那个墨西哥呛辣，真的不能不喝饮料，超级辣的。我觉得店员很贴心，因为刚刚我工作人员帮我买小的，店员就说，可是现在我们可乐有特价29元，小的要25，你真的不买大的吗？所以我们就买大的了。这样超便宜的，大家有看新闻吗？就是好像可乐在便利商店的版本，之前不是原本是25，然后现在涨到29，好像4月1号还几号又要涨到35。
有够贵的，你看这29这么大瓶，还不来这边买爆。好，我记得它除了可乐以外，还有一些脆薯或者是其他东西，加购价的话都会比较便宜一点点，大家可以来点加购价。好，再来是我超级无敌爆炸期待的炸鸡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真的是没有资格说自己是 CP 嘴，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吃过拿坡里的炸鸡。就是很多人都说什么拿坡里是被披萨耽误的炸鸡店，我今天终于可以借机自肥来吃吃看拿坡里的炸鸡了。它外面这个脆皮看起来超级厉害的，就是它一片一片的话，感觉又很薄很脆的样子，然后不太像我们平常在外面看到的炸鸡，感觉面衣很厚。来试试看，它有油亮油亮的肉汁，它真的很厉害，而且我咬起来感觉它炸鸡的里面的肉，它有自己在调味过，就是有一点点咸咸的，可是不会太咸。嗯，好吃。然后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这个229的优惠啊，它是不能挑部位的。那我今天点的话，它就是给我两翅、两胸、两腿这样，还 OK 啦。然后它口味的话有分三种，一个是原味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意式炸鸡，那个就是偏辣的哦。再来呢是蒜味的这样子。好，我要先享受一下，等下来给你们做个结尾，我们等等见。好，我已经吃完了。炸鸡的部分真的是有惊艳到我。我觉得拿坡里的炸鸡如果要画重点就是皮。其实地中海渔夫我反而自己比较还好一点点，因为觉得它对我来说有一点点偏甜。我比较推荐的是那个第一名的那个墨西哥呛辣，我觉得口味非常特别，感觉在别的地方的话吃不太到这样子的口味。好，最后就是今天本片重点的优惠的部分。这次的优惠我真的是很可以啊，全部都有做折价，而且不是折一点点，折很多。如果你有什么一直很想吃的口味，可能找不到机会来吃的话，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了。那我更多的资讯的话呢，都放在资讯栏，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搜寻 CPOK.TW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帮我按赞还有分享，那也欢迎订阅我们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的通知哦。好，那如果有什么想法都可以留言跟我说，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跟着 Vivi 走，一起当个 CP 省钱仔吧。